而接下来的文章告诉我们，在美国，老师评量学生的成绩，有的时候也会考虑学生们在班上参与的程度。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片语叫“参与 ”（participate in）。实际上，participate in 这个片语后方就加上你要参加的事情。所以，你应该要多多的参与课堂讨论。You should participate in classroom discussion to learn more. 当然，participate in 你也可以换成 take part in，这个相同的片语。而接下来文章又继续讲，另外一方面来说，如果上课表现不好，那么通常成绩就会往下降。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重要的连接词片语，叫做 on the other hand。Frank 要提醒大家，其实人是有两只手的，所以这个片语原来的说法是 on the one hand，on the other hand。 中文就会翻，一方面说来，另外一方面说来，可是我们讲的时候啊，习惯上把 on the one hand 省掉不讲，我们多半都只讲 on the other hand，叫另一方面说来。最后今天的文章看到最后一个片语叫做 end up with，这个 with 的后方习惯上加上名词，表示以什么收场，最后以什么结束。 所以在故事当中，这个贪心的男子什么都没有得到。In the story, the greedy man ended up with nothing. 以上是我们今天课程的全部内容，希望大家考试的时候都能够拿高分。接下来要进行的是 For You Chat。